民国只有十几年，对吧？现在108年了，公元2019年1月12号了。可以搜寻 Google，搜寻 YouTube，有影片的本国、中国历史的、世界历史的影片呢，数学、理化、英文哈、都有。网络教学影片，参考资料搜寻 Google，搜寻维基百科，